我第一樣要考慮的就是 scales 啦，係咪？你自己有幾多個 scale 啊？我勿望下先。我屋企咧成日俾人整到壞咗，所以咧我淨係可以彈到。即係你嘅意思，個琴爛咗啊？呢度冇個聲啊？這個有些舊的琴是會這樣的，是啊，如果真的這樣的情況，你只有一個解決方法，你由得它，但是你的手要照彈，你不要為了彈這個音而彈多兩下，你就這樣彈就可以了，沒有聲就沒有聲，但你就是彈那三個音，你明白我說什麼？照彈你自己幻想那些聲出來咯， OK？ 你彈了就可以了，Okay， 因為你如果慣了我這裡就一大力一點的話，或者彈多兩下的話，那你就會記住這裡好像有多幾個音，那你真正即彈給人聽或者考試的時候你就出問題了，知不知道？還有你的力這裡就控制不好，你照正常你平時在我這裡彈細聲三個音再彈在這個 OK 的了，行不行？ OK， 是的。好，我問你 scale 你學了多少個啊？我哋一個 scale 係分兩隻手，我哋叫兩個噶啦 ，C major 兩個 ，D major 兩個。上次學埋 G major 右手，今日我哋要學埋 G major 嘅左手，收唔收到 ？Good， 好。學咗嗰啲你要背嘅噃，背到噶嗬。好，聽清楚指示，手擺好先，擺喺個大髀度。因為我未講左手定右手，你要聽清楚。我會講英文嘅，我冇幫你請翻譯，你知唔知咩叫翻譯？講中文的人我沒有幫你請，因為要另外付錢的，還有我們平時講的那些都是英文字，他真的講中文你都聽不明白，所以我沒有幫你請那些人， OK？ 那你要聽清楚我平時上堂講的那些英文字，不明白的就要出聲，譬如我講 C major right hand， 那你會拿哪隻手出來？醒目對吧，那即是你都聽得明白的，他就是講這些而已， C major right hand 可以彈，不用轉，未得一彈埋個一，跟住轉三手指，轉四手指，好 D major left hand， 你要想清楚個 left 喺邊，係冇錯。下面轉一二三四轉一二三轉呢、這個係啦。阿妹彈咧最好咧有黑鍵嗰啲彈呢個位，你唔好彈白色彈大低，因為你爬上去有黑色嗰啲咧，你會好辛苦。同埋你有一個好核突嘅動作係咁樣。你的手指公是這樣倒插下去是不對的，手指公是彈你不是倒插的，它彈旁邊的，手指公瞓低彈的，你記不記得？你彈瞓低，是啊沒錯，你記住了，知不知道？聽到沒有？好，跟著 G major 的右手我給你看著彈，跟著我今天會寫埋個左手給你，現在可以開始G major， G major 這個右手即是由 G 音開始。哦，妹妹今天你今次跟哥哥一樣喎，兩個都不記得做功課了，是不是？我的功課我幫你夾在手冊上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嗱，這個是啱的，但是我們講過我們會由低八度開始彈，因為呢原因很簡單的，你可以記，因為當你彈這個的話，你完結的位置就在這裡，很尖的聲音，太高音了，我們不需要，我們喜歡彈平均一點的聲音，彈中間一點，行不行？
如果你剛才不是這裡開始的，那你完結的時候就是這裡，就是很高音咯。如果你由這裡開始完結的時候就是這裡，就是剛剛好咯，都是中間咯。 OK 是啦，低八度開始這個聲，等等我遮住了你，好，低八度的 G， 那你可以跟住我寫的手指開始啦，五手指開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跟住咧就喺上面轉個三手指，係二就記得彈個 F sharp， 跟住就一，跟住又係上面轉個四手指，三、二、一，跟住又係轉個三，記得個二要 sharp。一落翻去 ，very good， 叻女喎。俾我睇下先，你呢個 D 係一嚟嘅應該，係啦，跟住二。誒，你係咪彈錯音？呢個係 B 啊嘛，跟住就係、是，跟住就一。一嚟嘅，系啦，二系 sharp， 三系 E， 跟住转去一，二，背脊呢度，你自己啱唔啱到？啱我先。好，唔使转噶啦，系啦，弹自己望住，唔使我提嘅，弹多两次就完啦。少少咋妹，爭加我哋改埋呢少少嘢咧，你就可以俾我錄 video 啦。呢個有啲乜嘢咧？兩個重點，第一個重點就係大細聲。大細聲咧，本即係呢一個琴譜寫咗俾你噶啦，好多都係一開始嗰個要大聲，跟住呢度我寫咗俾你係細聲。
然之後呢一度咧，我哋係有啲大細聲，好似可以唱出嚟咁嘅。呢個細聲啦。跟住又係大聲啦，跟住呢度又係大聲啦，然之後咧去到呢度又係扭 volume 咁樣。第二個重點咧就係你要將嗰啲接駁嗰啲位置咧要練得準啲。你今次咧就冇彈錯啦，你彈得啱嘅，不過就係有陣時會甩下甩下。即係唔夠準，改埋呢兩樣嘢咧，呢首歌就 perfect 啦。你明唔明我講乜？明係咪？係啦。咁我呢一首就唔同你嘥咁多時間啦。今日因為我想睇下可唔可以完到 Echo 嗰首，識唔識練？識唔識練 ？Good， 好，我信你啊。你講我下次繼續聽咯喎。好，輪到呢個啦，就將你識嗰啲彈俾我聽，我睇下今日可以教到幾多句。好啊。如果用新手指會好少少，即係佢俾你嗰、那個，你用個五都得。呢度你唔一定要跟佢用四，用個五彈個 B， 你就會彈得舒服啲嘅。因為你轉唔切隻手啊，係啦，兩嚿啦，跟住就五。好咯，見唔見得？只要你可以將個手指尾轉到去個 B 嗰度，咁時間就啱啱好啦。即係 你正常嘅前面係正常三二一，二一三二一，跟住就係即刻轉咁咯。明唔明我意思啊？爭最尾嗰度啫，你得唔得？得，好，好啦。咁左手咧？錯。左手它其實是在 middle C 隔離的啫 ，middle C 是呢度，隔離即係呢度，呢兩個音，呢個同呢度，係啱。二三，放呢個放嘅，呢個係冇音嘅，但係你要數一二三 ，OK？ 一，數一二三，反而都哦，冇，一二三，一。二三，跟住呢度，一、二、三，咁嘅意思。一、二、三，即刻變身。變身咧就唔係呢個，將呢個放上去。係，記住咯，你頭先轉得時間啱啱好，但係你彈錯音。啱嘅，即係你係要即刻過去嘅，三要即刻去一，跟住就翻翻去頭先嗰個咯。二三放。二三，呢、這個你記唔記得我同你講咩啊？我講咗你呢個可以甩一個音啊嘛，你即係呢個啱嘅。頭先你彈到呢一個係 good 嘅，唔係呢個 good 嘅，呢、這個 good 嘅 ，OK？ 你呢個做到嘛？你呢個做唔到嘛？咁你就彈呢兩個，唔係我唔要呢、這個。我唔要呢、這個，係啦，因為我哋呢個係遲啲先加落去，好冇？遲啲等你個手大啲，我哋先加落去，得唔得？跟住翻去呢、這個，要即刻翻嘅 ，OK？ 得唔得？好，未試過合手係咪係自己？合過一次，我哋試一試先，係啦，我睇下你做得啱唔啱。首先咧，你喺呢度就對二嗱，唔好咁快放。你呢度要數，彈落去嗰下係二嚟嘅，二三即刻過去，你明唔明我意思？明白我再嚟多次，一、二、三，一冇嘅，冇嘅，再嚟多次，一、二、三，放呢、這個要放 ，OK？ 嚟多次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。
一二是呢一嚿，呢一嚿叫做二，跟住三要再彈多下左手，系啦，跟住就要變身，變身系呢、這個，呢、這個，呢、這個，呢、這個都要變身。跟住即刻，大家一齊吞，一、二、三，二、三，好啦，呢、這個最難啦嚇，係呢、這個，唔係呢個啫，啲係呢個，一、二，好，跟住係簡單版嗰、那個。跟住呢個都要擺隻五手指，我哋啱啱講咗。好，跟住就變翻簡單個。一、二，佢呢個係一二嘅啫，因為三係一齊放走。三放開，係啦。唔使攞走，因為我哋仲有嘅。呢首歌要繼續嘅，得唔得？你唔好攞走，適唔適合手？適合手下面那些我教分手，得唔得 ？OK， 好啦，坐翻好。唔係太難嘅啫，合手。你俾啲心機練，用慢嘅方法練，最緊要係一開始慢，唔好咁急。點解呢首歌咁簡單嘅？一開頭睇嘅時候，一開頭睇嘅時候好難，但係而家覺得好難。合手係難啲嘅，因為你未練過嘛。你練過咧，就會越彈越順，同埋越彈越快噶啦，知唔知道？一開始的時候，這個禮拜我沒有叫你快，我這個禮拜叫你慢慢彈，但你要合到手給我，前面一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個小節，行不行？ OK， 那我再教多一點點了，這裡這個呢，我要你記的，要死記的，OK， 死記了， OK， 不是這個，用三手指都得，一手指記咗佢，係彈大概十次啊！你自己，你呢個位置一次，二三呢個位置一次 ，OK。唔係呢個，一次，兩次，一次，兩次，三次，四次，五次，六次，七次，八次，十次，然之後呢度咧就係 echo， 咩叫 echo？ 我解釋咗啦，呢一首歌個主題係 echo， 咩意思？咩叫 echo 先？回音啊！咁而家你啱啱彈嘅哒哒哒哒，你估下下一句回音應該喺邊度出現？呢度，呢度。這個出現高八度，是沒錯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記得了，是不是？再來多一次自己，當然不是，當然是這裡，這裡我們搞定了，這一塊是自己記了它，二三，跟著再過來，二三，好了，下一塊又是記了它了，類似的，你咁叻女嘅，你估到嘅係 B G D B B G G， 試一次 B G D B， 彈十次。唔係，你知我咩位置一次啦？哒哒哒，一次，
次，兩次，三次，四次，你自己記住，我數嘢。嚿你記得噶咯喎，我寫咗呢個俾你，你記得噶咯喎，一句回音，跟住呢一嚿係超級簡單，睇住啦，完啦，就係呢個啦。我彈呢度，再彈到呢度。好似冇重複噶喎佢。呢度。佢唔同噶喎，佢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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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係呢個嚟。你明唔明我意思啊？唔同噶喎。從上面冇嘢出現過嘅喎，但係呢個係最簡單嘅，就係咁嘅啫。你試下，完咗得唔得 ？OK， 好。呢使彈嘅咩？這個我係想下次教你，因為呢個係難嘅。而家我就教埋你左手，左手亦都係超級簡單。你幫我留意一下呢、這個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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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、這個係咪全部一樣？彈過你先，邊個音？醒目，咁即係我唔使教你呢個啦，我淨係教你呢、這個。見到呢度啦。好，但係我有嘢問你，呢、這個你有冇彈過？喂，邊度？爭少少，爭少少啫，阿妹。再爭少少啫，唔係你啱啱嗰個係啱嘅，但係你爭少少黑色同白色嗰啲嘢啫。哪裡出現過？這裡出現過，行不行？一樣的東西，不過它沒有給個 sharp 你，因為前面寫了，記住了，有 F sharp 的，小心，記不記得？好，你現在幫我數了，這裡是一，這個是一二三，這個是放手一二三，跟著這個又要彈一二三，這個又是放手彈一二三，這裡就是彈一，彈二，彈三，再彈一二三，我彈右手，你彈左手，現在開始，由這裡開始，我準備好了，是你彈這個，但你要等我，記住啊，這個啊 OK， 預備開始，是有埋個手指尾，你要彈埋手指尾去彈到這裡，OK， ready， 開始，三，跟住睇清楚你有幾多個啊？開始，預備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搞掂，就係咁噶咋，得唔得？嗱，我而家由頭彈到一次呢度俾你聽。如果你有興趣彈合手咧，你可以自己合咗佢嘅，因為都係簡單嘢。我會彈埋呢一段俾你，即係下一堂你會聽嘅嗰啲嘢，得唔得 ？OK， 跟住你嘅手可以休息一下，跟住你要彈多一次俾我聽噶。雖然最難，但係最好聽。我覺得呢一段係最好聽。唔緊要，而家彈曬成個。彈咗俾你聽啦，已經。係啊。好，輪到你咯喎！再嚟多一次合手啊！呢度開始。到呢度。你彈到呢度合手，跟住呢度分手啦。OK。擺好隻手先，係啦。咁你唔使好似我彈得咁快嘅，你彈個速度大概係咁啦。Yeah. 你咁快？你後面跟唔到嘅喎。二三放，二三，一。
唔記得俾個手指尾佢，唔准撳住，係。三 good， 跟住二三，唔好咁快，因為你後面好慢。二三，冇錯。你呢度彈到就俾埋佢啦，記住，因為你彈到嘅呢、這個。一。我哋簡單化咗嘛，呢兩個嘛 ，C 同埋 F sharp 嘛，我哋唔要呢個嘛，暫時記唔記得啊？你唔記得俾佢，俾個手指尾。記住，頭先你練咗個咯喎，係 A F sharp D A 呢個。好啊，你合埋佢啊。好，跟住呢一段新嘅係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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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G B G， 唔係唔使轉手指 B G， 唔係 B G D D。放手，唔系 B G D B 啱，好，最尾一句，跟住就三二一，三二一啦，記得噶啦，三二一啊，呢個係，好，呢個就係呢兩個啦。每一下都有一個。不過咧，唔好夾硬啊！即如果你真係唔記得咗合手咧，就唔好夾硬嚟啦！呢一 part 知唔知道？你可以分手嘅，我唔逼你嘅呢一 part 知唔知道？但係前面你要合手咯，收唔收到？